Hello， 我是酱。决战星球即将上映啊！这集凯撒呢，决定要消灭人类啊，不然他们会危害到我们的家人。OK， 我身后有七个保镖，都是大猩猩，一人配一把枪啊。OK， 我们就直接坐飞机，他们在那个最高的山上面，类似像军事基地的地方哦，所以我们就上车吧。坐得下吗？哦，他勾到那个螺旋桨了。然而他好像上不来耶，人太少了，不是，人太多上不来了。我先把试试看，把他们放到里面去好了，直接抓进去。OK， 你在里面待着，为什么一直想要出来？没有安全感吗 ？OK， 那你就站着吧。欸，为什么他的枪比较大啊？哇哦，他的枪好帅啊！欸，这个枪好面熟哦。欸，都进来了吗？啊，还两个。不哦，他刚刚扣血。OK， 他每只猩猩的血带一万滴啦。欸，他就这样倒了、哦，他还活着吗？啊，他爬起来，爬起来，他好像受伤了耶。还没出发就已经先倒了一只啊！我等一下再重生一只好了，我们先飞上去。好咯，准备起飞啦 ！3、2、1，Go！ 起飞！后面好像很吵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欸，为什么掉下来？奇怪，是因为动力不足吗？还是太重啊？那猩猩太重了。它后面冒烟呢？为什么冒烟呢？好怪哦！啊，有只掉下去了，为什么这样？应该是那个飞机破土，它居然爬出来了！不要跳啊！那个猩猩居然跳出来了，这样不要这样啊！我们目的地还没到啊！好吧，他们可能是怕巨高吧，有巨高症，所以先跳下去了。哇，后面有四个啊，这样车厢里面还剩几个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到那边的时候再算一下好了。哇哦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哇、哦，超大的，这个基地超大的。OK， 我们直接在这附近降落好了。欸，就是可能要跳伞了，我觉得。我先绕过去一点。不太好降落欸，因为上山只有两条路啊，一条上面，一条是通往那个洛圣都的。OK， 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吧，这里下降应该可以。OK， 我先绕，再绕过去点，跳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快点快点，快跳下来！哦，为什么一跳下来就挂了？啊，不要啊！我们终于抵达到这个山脚下的地方啊，我跟我的兄弟们要准备上山进攻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基地超大的，哇！他们居然盖在这个奇力耶山上面呢！冲啊，兄弟们！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的时候，把他们一举消灭！哎嘿，为什么他一直卡住脚啊？他脚好丑啊！不管了，好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山脚下的这个路口了。这路口一定有人把守啊，各位要小心一点。冲啊！远看就一个人在那边，是我的飞弹。哦哦，是哟！哇，一个门口有三个人把守，他们发现我们进攻了，快冲哦！哇！这里做的好细哦，我马上被通气了。哪边是来的？把子弹会穿墙哎！我这边还有做这个路牌，做的好精致哦。为什么他子弹会穿墙啊？哎，
这里也是入口吗？对耶，这也是入口。我看一下这个入口。哇，这个入口只有个小小洞可以走过去耶。哇，这个可以学习一下。诶，这个怎么挂了？这应该不是我杀的吧？好，我们走上去啦，冲啊！我们上去看看。哇，这里有楼梯。哎，我把枪收起来了。这个枪收起来怎么拿起来啊？糟糕了啦！我只能靠近站了。好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哦，好凶好凶！哦，这个都破掉了，这可不可以拿啊？不行拿，不能拿，为什么不能拿？为什么不能拿？你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手抽虚了？我只能靠近站啊！得，应该用机关枪。为什么你们的手是怎么回事啊？完全不能攻击的，因为这边模组太多，多到就是枪都拿不起来。啊，这个 bug 太那个了吧？我已经重开很多次了，你不要再……哦，可恶！踹你！他动作好丑，挂了哦。哦，这模组，这模组怎么样啊？走呢？呵啊！对，就是你。哦，火箭筒，火箭筒，不要跑、哦！走开！嘿，他的火箭筒居然不能拿啊！哦，为什么我的枪不能用啊？你看，他会一直抽动啊！这姿势很丑哎、欸！哦，我的兄弟被射倒了！可恶！打你！我跟你说，好，换近战了啦。这个哦，他脸好凶哦、喔。我先把枪收起来啦，这个枪不能用。这个是我把这个枪移除，然后换近战的武器啊。为什么他这么的有趣呢？再换一个，这个。一样，一样有趣。好啦，我们用近战的，用近战的啊！哈哈哈哈，冲啊，冲啊！哎、欸，换你也出现 bug 了哈，哈哈。好，挂了，去死啦，黑人！哇，这里有什么啊？这里有什么？看到我不会躲起来吗？凯撒都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推你！手没有乱动，干什么啦？不爽可以说啊，起来啊！嘿，哦，二打一耶！你家是小可爱的小 monkey， 你居然还要欺负人家？走啊，上去了。那上面还有什么？哦，你的手很丑哎，干什么啦？看什么看啊？呵。好了，这边人全部都不能动了，干掉他，快点，冲啊！他掉下去了，好，不管他了。这叫什么？干什么？嘿，被我痛打一，哎呦！这边是要刷油漆的、哦、啊，刷什么颜色啊？我来帮忙一下，要不要？我看到你了，过去。啊，没有回到。
可恶！我在回哪边啊？走喽！我看看下面有什么、啊？这下面是什么？爬下去。那我的朋友都不会跟过来的耶。哦，哦好酷哦！两个楼梯，三个楼梯耶！哦哟，背后偷袭我啦，这样对吗？吼、哦！我的血都喷在上面了。哦，痛哦！干嘛欺负我？我是可爱的猴子，我是凯撒。哦哦哦哦哦！子弹很凶哦。让我躲一下。哦，这枪不能用，真的很可惜。你没挂，又趴着不要动啊！踹！哎呦，没有枪不能用。哎呦，可恶！枪给我，那枪很好看，快点给我枪！踹不到他啦，他躲在后面。干什么干？躲在那边，真是的。为什么枪不能捡啊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情，他的表情有点丑哦，哈哈，他翻白眼了。为什么枪不能捡？真的没有枪哎、欸！哦，游戏有 bug， 可恶哦！好，这边是缆车的地方，缆车来了，缆车来了。可是我现在不需要缆车，我现在要把他们消灭啊！我在打你哦！上勾拳，爽！好，我们就上去看一下，为什么这边有女生的叫声啊？这里面有路了。喂，真的没有枪可以拿呢。我们上去看看哦，上面有什么、啊？上面不是我刚才来的地方吗？哇，这个地图真的很大。哎呦，干嘛脏话？我听到你骂脏话哦，我来收拾你了。这里上来啊！躲在箱子里面啊！为什么这样就挂了？哎呦，火箭筒！哇、哦，差一点打到我！谁在尖叫啊？就是你啊！谁还是我？可恶！睡哦睡哦睡哦！有其他的伙伴呢？伙伴，他们都不见了。他们的基地，他们在上面呢，我去找他们一下啊、哦。睡哦。这是到哪边的、啊？这该不会是要跳伞用的吧？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哇，这个 view 还不错哦。偷射我！这里瞄不到他们啊，我们绕过去了。走开，走开！这怎么过去的、啊？这是有 bug 吗？这里真的过不去。哦，我们走回去好了。走下去，走下去。掩护你哦，我来掩护你。
哎，这怎么走？往下面走吗？哇，这个迷宫，这根本是迷宫吧？哦，车子烧起来要爆了！哎，这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啊！啊，敌人要重生哎！难道是从这里吗？可这里不是往下走的吗？哦，碎碎碎！啊，这是我们刚刚上来的地方啊！我们从这边上去喽，这边就是通往这个战斗机的啊。好，找到啊，在左边，左边有路可以过去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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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啊，原来在这里啊，这么隐秘啊！哦，这有直升机耶，是台湾直升机吧？然后就坐这个离开这里就好了。哦哦，火力强大！哇，这边好多飞弹哦！哇，碎哦！哦，上面还有一层呢，我把它射下来。哦哦哦，你躲在这里干嘛？哇，这边射粘弹好了。可是我现在手上可以放吗？算了算了，我等下切换的话，手又变成那样子了。哦，被射，被射，被射！哎，偷袭我！这里有什么？那个人躲在这里。没了，我们这一层清掉，我们到楼上去。哦，又重生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是。这里人超级多的啊，而且他敌人会重生哎，啊，这里我找到了上去的路了。奇怪，我的伙伴都跑哪去了？哦，躲在后面。哦，这里射破哦，哦，哎，他掉下来，哦，然后滚下去。哦，碎哦！全部躲在那边哎！哎呦，谁那边丢那个烟雾弹？就你啦！看到你了，你要躲。这里面有什么？发电机耶！全部破坏！哦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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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可以爆。全部射坏啊！哦哦，为什么？不要躲了，你是躲不了的。破坏这些武器啊！后面还有人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这围起来了，整片都是人哎！哦。站在上面发呆，哇！飞弹，哦，飞弹爆了，对不对？你打不爆啊？快躲起来吧！哦，射我！车子要爆，车子要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哦，躲在后面。还有人吗？没了，没了。这有直升机啊！直升机来了，在哪边啊？在上面吗？算了，这打爆！哦，我被射了！全部打烂！哇，这边飞弹哎！
啊，都炸掉。刚才有来过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有在后面，有看到人头了。哦，发电机，那他秘密的基地啊！哦，爆了爆了！哇、哦，他们的金块哎！啊，这个全部都拿走！什么？烧了他！哦，已经四颗星了，这是直升机可以开的吗 ？Yes。挡路者死啊，对不对？哦耶耶耶，子弹很多哦。好，看来这一圈已经逛完了，我先把杂兵清掉了。哇、哦，上面一堆人哎！哦，受死啦，一个都不留。嘿，哇，直接爆头，躲在这里。耶、yeah! ！哦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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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撤退了吗？我听到 fall back。哇塞，这人真也太多了吧！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吧？看看这上面还有什么。哦，哪边在射啊？这里面有路啊！直升机看到你了，哦，坠机喽！前面还有路吗？哎，真的是绕一圈呢。好了。这次的任务非常顺利啊！我们歼灭了人类耶，但是我们这次要赶快逃离这个区域了，不然他们又有那个增援部队要过来了。这个人拿斧头哎！这边人好多哦，根本逃不了嘛！哎呦！我发现金库了，在这里！打爆你！我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这有直升机过来了，在上面吗？哇，子弹没了，只能发射这手枪啊！我来换一下枪好了，应该可以换吧。神射啊！就是你，我看到你了，坠机吧你！哦，拜拜。好，这个里面可以开吗？这里面这个有什么东西啊？我进去看看啊，这应该只是好看用的吧？我看看可以拔起来，它就是一个门呢。好了好了，我要逃走了。他们增援部队一直来啦，然后去开直升机了。哦，还有人哦。哎、欸，我枪没子弹，我怎么不能发？哦，没子弹啊，我剩四发啦。碎碎碎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现在我要进去下面那一层，下面那一层有直升机可以开。好远的！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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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台应该可以吧？哎，我先把直升机干掉，还是他过来了？飞走了、哦，没子弹了，我剩最后一发了，丢咻啊，没中了，哼，我要逃走了。这边人太多了，好，我的兄弟可能都回不来了，所以我可能要自己先走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实况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我要逃走了。